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虎符骑射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40集。那最近心情不好，大家一直叫我到外面走走看看，所以我今天就真的到外面来录一下变形金刚的开箱。那我挑了一个比较热门的商品啊，它是 Studio Series 工作室系列的，它是 for 电玩系列啊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盒子的侧边这里有一个像是十字钮的按上方的。那这个人物的话呢，是大概2010年的时候吧，这个。 电脑的出了一个变形金刚的电玩游戏，我是没有玩，但是那时候 WFC 的几款玩具我都有收啊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这款玩具呢已经升级到了 Voyager Class。那多年以前呢，它是一个 Deluxe Class 的玩具问世。那这两个玩具现在看起来分量呢，可能感觉没有差很多啊。以前2010年的时候的 Deluxe 等级是这样子，那这是一个 Voyager Class， 两个的尺寸呢。 虽然说这个大一点，但它零件数呢明显少上很多。那如果说这两者要对比的话呢，旧版的变形的难度啊、关节还有零件数啊，都是复杂非常的多的。这一款也是我当时评价呢，啊，几乎一个 Deluxe Class 的机体里面，它涵盖了所有 Hasbro 对变形金刚玩具变形的手法，它几乎都涵盖到了。 啊，比方说双动关节的使用啊，还有这个大部件的翻转，还有内外的翻折，大腿收小腿啊，这些折叠什么的，几乎这一款全部都涵盖上了。而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的这一款 Voyager Class， 它就非常的简单，甚至你会觉得它有那么一点山寨。它最大的空洞呢是它的上方这里有一个非常巨大的，可以放很多能量块的一个空洞啊。 这让人觉得非常的乏脂啊。那从后面来看，其实没有什么问题。正面来看呢，肩膀也很宽很大，而且这一次啊，相较于旧的模具呢，它多了一个胸口可以打开，里头一个领导模块，领导模块也可以拿出来啊。那这个领导模块拿出来之后呢，很遗憾它只有一边有而已，它另外一侧是没有的啊。等于说这是一个半个领导模块。那它这个地方。 里头各位看一下啊，涂装啊还是相当可以啊，这个铁灰色做的还是相当 OK。那我们再次的把它放回去，然后这个胸口把它给盖起来。那以及呢，当年在 Deluxe 等级的那款玩具呢是没有斧头的，这一次倒是给我们加上去了。斧头的话呢，上面有一些细节啊，做的还算可以，而且这个斧头可以变形啊，你把它弄过来之后呢，它就变成了一个单面大斧头，另外一面是小斧头的一个状态。 但是呢，这个斧头呢长归长啊，如果你想要把它转到两手可以持的话呢，是稍微的有一点点困难啦。它全都是可以转，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好去控制啊，不是很好控制。幸好它的这个两个关节啊有往外拉伸一点，已经稍微好一些了。但是整体来说，我觉得就摆放起来还是稍微有嫌呆板了一些。那头雕做的是很好看。 那这款玩具呢，真正让我觉得恼火的呢，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是，它的武器还附带了一把大枪，啊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大枪啊，千疮百孔的大枪啊，很多偷胶就算了，它握持的方法呢，竟然是要把手臂呢给拆掉，应该是拆这只手吧，把它拆掉之后啊，把它给装上去啊，我个人觉得，我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那你这一段手，你说你要我？ 收到什么地方去啊？所以我觉得这个，你这把枪你干脆你不要给啊，我可能还觉得舒服一点。你给我一把这个枪，但是要把手给拿掉。那这个枪平常放哪里呢？就是我都找不到地方可以放，啊，让我觉得蛮无言的啊。整体来说呢，它是一款 Deluxe 等级，也不能说它有多差。但是由于我们之前玩过10年那个版本啊，我们就觉得它其实给我们感觉还是比较失望的。头雕也算好看啊。 轮胎的位置正确了啊，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好了。那在变形的时候呢，我是这样子吧，先把它的腰转180度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手臂啊，注意手臂这两侧啊，把它给往外面拉开。拉开之后的话呢，后面背包的这个部分啊翻过来，然后呢翻折180度，180度之后呢，把这个头转了一个特殊角度之后。 再来，我们怎么做呢？把这个手臂这个地方翻折出来，往前面翻折出去。翻折出去之后呢，把这个背后这个背包放下去。放下去之后啊，它这个地方啊，两侧呢有两个凸，它要扣进这个两侧有两个洞，我们把它给放进去。放进去之外呢，它上方这里啊还有一个组合卡扣，两侧都有，所以它一共要扣4个地方，我们就把它给扣上去。那这个车头的部分差不多就完成了。那这个角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先把它给折一个90度。 折这个角度的目的呢，是我要方便把手做一个收纳。手的收纳是这个样子啊，它的手臂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博派的标志，博派的标志呢要转到朝车体的下方，啊就转成这个方向啊，啊我用这个面对面这样讲，可能各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很清楚，但是我自己是很模糊啊。哈哈。然后呢，两手呢中间是有组合卡扣的，两手各位可以看到啊，两个手臂。 它是可以做一个结合的，这个转过来，两手中间它是有组合卡扣的，我们把它扣上，扣上之后啊，你会发现呢这个地方两个地方有两个凸，它到时候要跟这个部分做个结合。那我们现在来把腿给变完好了，腿的变形很简单，非常的简单，这一块颈部这个地方翻上来，然后再把脚掌放进去。 然后两腿的中间呢，可以做一个合并，合并好之后呢，我们的这个地方上面这里还可以再做一个组合，扣上去。好，那到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我们把整个脚啊，对了，错了，它里头还有2片这个轮胎，记得翻出来，这片翻上去，轮胎翻出来。好了，那我们最后就怎么样呢？这个刚刚不是提到吗？这里。 手上这两个凸，它要扣进这里头有两个洞，我们就把它往下面翻下去啊，这里往下扣下来就可以了。这个卡扣的话呢，其实公差算的还是可以啊，稍微把它扣一下。好，扣上了啊。最后呢，把上面这个顶盖往前放下来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。 注意啊，这款玩具呢，这个腿上的烟囱啊，它其实不太需要转动什么方向，你只要微调一点点角度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把它往中间就是靠过来，那靠过来的时候，侧边这个地方把它给塞进去，那上方这里有个卡扣，记得一起扣上。好，第一，那这样一来的话呢，我们这一款Wolf Cybertruck 的一个 OP。 它的一个车形态就算完成，那可能各位已经在网络上看过，它有一个令人非常发指的车尾。对，这个车尾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大胆的就把它，这个尾部呢给暴露在那里。这个地方还没扣好。好，滚动性也还可以啊，虽然这是石板。那武器的话呢，这个有两个凸跟凹的结合，把它扣上。斧头的话呢，也可以再把它给。 扣在上面，但是真的扣上去之后蛮蠢的啊，给各位看一下好了，就这样子。那塑胶感有点重，稍微有一点山寨的感觉。那这一款的话呢，是当年我自己涂装过的啊，这个颜色不能当成标准版本啊，这是我当年涂过的版本。那大小的话呢，当然可以比较得出来，新版比较大，但是重量呢没有说很明显的提升，因为它确实你可以看到底盘就知道。 其实空洞的感觉是相差很多的啊，那塑胶感也比较强。那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的话呢，它是一款造型车型，我觉得就是除了尾巴这里比较烂之外，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毛病。作为官方现在的 Voyager Class 也没有说到多差，只是说我们心中曾经有那么一个那么美好的一个过去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不免的会对现在的这一款玩具呢有一些失望就是了。 那所以说这款玩具你买还是不买？我认为吧，还是因为这款已经不容易入了，所以这一款的话呢，我觉得行有余力，或者是说它价格低一点的时候呢，还是把它带回家吧啊。那我也对官方的这一款这个 SS 的这个系列的话，我也是比较期待的，希望他们继续的呢把这个电玩系列里头的人物呢给做出来啊，给我们一个不一样审美的一个变形金刚产线啊。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